教学刚教的，你还记得什么？今天我们要考验你们，到底能不能一心二用？两手撑你的胯，然后把你的胯往下压。那要一直这样压啊？没有，我在认真，我在认真学。老师手背上的刺青，眼珠是什么颜色？是什么问题？太难了吧？这个课程一点内容都没有。教一个非常简单的英文。I loving you， 我正在爱你。黑板上总共有出现几个 K？ 六个。标准答案。哦。哎呀，左手是黑色橡皮筋，右手是金属环。哎呦，出来一点吧。你是警察局上班的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很多女生是在抱怨我们，说是我们一打电动，我们听力就是零，是，对啊，看不到，听废话，电动那么精彩，当然，没错，我们看那么大声，我们怎么听得到你讲话？对啊，玩输会被笑，所以说就是说，是不是大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？尤其是像一些比较需要专心的事情，是，对对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声音，看不到听不到，对，比如说你身边的女人，哦，怎么了？就是你身边女人有时候会讲一些不重要的啊，对不对？琐碎的事，对啊，你要不要喝茶？啊，我正在打电动，我怎么会要喝茶嘛？然后他就问这个，他其实电话费有没有讲？这么专心，没，他其实不是要你喝茶。他要你注意他，他要你看我。哦，可你打电动绝对不能离开那个视线。对啊，不是，所以后来呢，我就退而求其次，我就只玩那种可以暂停的。哦，单机的，线上。等一下，我暂停怎样？线上的。可是你的脸一定不是这样啊！你这样怎么了？没有。干什么？对吧？干什么？所以说，今天我们要考验你们，到底能不能一心二用，你们的注意力能不能贯穿全场？哎，哦，这是很难的。你觉得在什么时候最难一心二用？最难一心二用？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国光出来，通通都是一心，我们从来没有专心过。都三心二意。我们国光艺校出来了，什么时候专心过？专心？我们上网。我们不等，不可能的啦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想着下课就要干嘛了。我们上课很忙的，我上课只忙一件事情，睡觉。哦，不是，那你不行。我们睡觉还要听音乐，然后听音乐呢，还要跟同学在哈拉一下。对，然后偷抽烟的时候，一边抽烟一边聊天，然后耳朵还听听八卦。对对啊，雷达全部打开的。那我懂为什么国光艺校后来会废校，就被你们这些网吧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九期的，后面还延续了大概到十五期。每况愈下啊，不会。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不能一心二用？我打电动的时候特别不能一心。比如说，像我很多女朋友都吵架，都是因为我在打电动啊。我一打，比如说一打都是五个小时啊，六个小时，我打一整晚。因为我平常不能跟人家太多的对呛，所以我在电玩里面有时候线上都会全力发泄，就发。所以你有那个想呛的一个欲望，连到国外去，然后就来我。哦。傻逼啊！然后这跟我爸有一点点相似。你呢？啊，虽然。一心二用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没办法，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其他女人都看不到。哎，最近恋情应该告急吧？还要讲这种？爱你，往回哥。那你呢？我个人哦，就是房事啊。哦，炒地皮是吧？房事不能一心二用。谁会？就是要专心。谁会在房事？喂，等一下，有些人一心二用是因为他要想别的事情来延长那个时间。对。小时候会哦，想想外婆啊，其实是你是人呐，你不是延长时间，可我觉得那个要专心了，房事要很专心，你一专心就很快喽，对，专心很快，会很容易专心就很快了。我小时候都会想到，就一直看旁边啊，真的，你看旁边。你一专心就很快，激动讲是真的哦，一直看时钟，对对对对，一直看时钟，还没到，什么？过功，对。那今天要开始考验了哈，是考验。来，欢迎第一位女老师出场，欢迎布布老师哦。哇哇，很特别，穿高跟鞋的，很好搭配，很好，运动鞋，很好，方便脱鞋，身材不错。这位老师非常疯狂哦，请问您三围是？30 F 23 33 F 哦 F 好好好。
请问你的星座是？射手座。OK。您的职业是？瑜伽老师。瑜伽老师，这个筋很开。可是你为什么是到了纽约以后才成为瑜伽老师？你本来是做什么？我是自创品牌瑜伽服。然后在台湾考了证照以后，就是到纽约进修的时候，原本要就是考健身执照，然后后来我原本要考证照的那一间健身房就是邀请我去当瑜伽老师。那健身执照也没考？有啊，健身执照就没考了，就直接当瑜伽老师。他去当那个瑜伽老师，发现哇，钱差这么多，那当瑜伽老师。肯定啊，那么好赚，很好赚。哦，真的教我健身房什么的，瑜伽。而且不是女生，尤其是东方女生跟。对不对？西方女生那个壮是真的，哇，那个卡真不能比，他们没练就已经翘臀了，对，再练就爆炸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学瑜伽对球技，高尔夫球的球技会有提升？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的学生就是练高尔夫球的，然后他们要转胯，然后胯如果柔软度好，然后就是力量够的话，就可以打得比较远。哦，所以任何对腰力有关的都应该会有一些帮助。那柔软度，柔软度好，会不会让艺人更好笑？如果会的话，我们演艺圈有很多人要去上。对，一直拉筋，一直练。你在看什么？看我们干嘛？他在看风点。哎，他在看风点。柔软度不好，我不够吗？我不知道。硬棒棒哎！等一下，来，你证明你很好笑的。来啊！我觉得这个剧本有点太粗糙了。我觉得再怎么样都不会好笑，我这个节奏。下一个问题，好笑。你曾经就是为学生量身打造那个课程，然后却造成那个学生家庭的失和。因为就是一对一教学嘛，然后你们那个瑜伽招式是骑马打仗的，爸爸老公。就是有老婆来接老公的时候，有看到哇，中空瑜伽，哇塞，啊是空中瑜伽，中空瑜伽，你在帮他上课，我可以帮你。对，然后可能就是会偷看啊，然后老公有没有偷瞄我的身材什么？不是，跟你上课不看你，我们看哪里啊？就像我现在访问你，我不看你全身，我看哪里？老公来学哦，对啊，这不尊重。老公来学就是意图不轨，漂亮的啦。是的，我跟你讲，老公来学没一开始没有意图不轨。是看到这样，哇，对啊，那就不鬼了，报到满为止。当初怎么会接触瑜伽？就是你舞蹈舞的好好的，自己的兴趣吧。那瑜伽带给你什么样的？对，不一样。因为我刚开始的话就是学空中瑜伽，因为空中瑜伽就布那个嘛。对，因为超累，超不简单。我就喜欢累的。那个核心要做很好。对，核心跟那个手臂的力量。对，然后你就是因为空中瑜伽就爱上瑜伽，对，你喜欢那种无重力的感觉，对。哎呦，哎，我们要最高高，我听得懂哦，我听得懂哦。这种，哎呦，刚好有最高境界，最高高，我听得懂哦。强度那么强，对啊，学生刚去，他会不会失去信心啊？有啊，很多就是会挫败感很重，所以说你就刚好他反正那个心肺也绞，没有，但是就是你前面很累，但是因为我是一起一起的嘛，一起八堂课，然后就变成说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已经有很有成就感，就是你会感觉自己身体有很多的变化，有在进步。今天你就跟张立东一起做瑜伽，哎，我这个我都照我们硬底子的，我是硬底子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请问一下张立东的位置是在那边的。没有啦，他在哪里？在这边，我就教他几个面对面哦，当做镜子啦，哇，教他几个拉筋的动作。哦，他最需要，我跟你拉筋对身体很好。这样，筋要拉开，筋一开，我告诉你，筋一开，什么都开了，什么都开，还有什么要开？全集中打开，开起来，怎么开？预备，请开。来，先坐到你的垫子上面。对，你先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拿出戒指，好，坐着哦，奉茶的感觉，然后右脚膝盖弯，左脚膝盖打，右脚膝盖弯，左是 OK 啦，右脚膝盖弯，左脚膝盖打，这样就很痛了，这样就很痛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感觉很痛，这样就很痛了啦，痛了，来帮他。那个脚还要坐在，屁股还要坐在脚上。不是，我就是不能坐日式榻榻，这样先这样，先这样，简单的拉筋这样。
像是简单的、哦，脚背要凹哦，脚背不能入会、啊。他的脚背，他的脚背，刚哥已经是这样了。不是老师，老师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来。手往前，然后身体往前。好想快点。两手抱着你的前脚大腿。推他，推他，推他，推他了。你们两个是情侣的，好色情哦！你们的感觉。来，把你的左脚往前踩，左脚往前踩，哇！然后前脚呈九十度，然后后脚往后退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还好。然后两手撑你的胯，然后把你的胯往下压。那要一直这样压吗？然后。没有，我在认真，我在认真学啊。哦，来停。这个叫什么、啊？这个叫什么？也是拉筋的一种。对，拉胯下。整个把哦哎，这个屁股整个拉开了。三、二、一，然后把你的哦，我难度要哦这么高，提高要提高，我这提高了。哦，变这样，提高这什么？提高了哇！把你的脚，把你的脚往前放，对。这样要把两个脚放哦，那个盘腿，这个盘腿，盘腿吧。哎、欸，你是七十几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没有，小腿相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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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有，哎，然后就尽量让它成么字形啊。我这个手，好，来，然后手往前延伸，手往前延伸，然后身体往前扑。哦，哦哦下坐，土下坐。哎、欸，风莲不能压一下，压一下，你会痛哦。你会断吧？不要吧，不用。老师可以帮他吧。老师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就是为了等老师来。压一下，老师我真的弯不下去。你尽量让你的身体往前，往前延伸，往前。来，不要往下嘛。五，哦，四，痛的很。啊，二，一。哇，老师你还在追啊？好，好，哦，是有，好像老师拉没有什么好处，看不到，对，看不到。怎么样？他目前你这样看，他大概整个状况是几岁？其实真的很看人，有的很年轻，也是筋骨很硬。这么硬？对啊，我这天生硬底子演员。对啊。那你如果遇到这种学生，你会高兴还是难过？不就我觉得他反而会高兴，因为万一我之后进步了，他会很有成就感。成就感，对，而且我一定要慢慢进步啊，这样他的课程可以越买越多，赚钱。对啊，如果一开始就天才，那谁还要来？你要不要去？有啊，很多天才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是我学生就是那个差不多50岁的大叔，然后他也是就是可以劈腿，一来就可以劈腿。是感情的还是真的？不是真的，真的可以劈腿，跟你劈腿，所以马六也可以劈腿哦。以前义工队可以，现在没办法。我现在连这样都摸不到地。你现在想象你自己在义工队吗？好，来，坐起来，劈腿啊！啊，可是你这样下去最深多少？哎，不要挡住，好，该你。我是啊啊！相信自己，不行，大家都不行哎。很难啊，超硬！哎，康哥可以，膝盖，你错了，你以为没有带到？别闹啊！你他会带你先生。来，以上来开始考试，第一题，不能看哦。好，老师手背上的刺青，眼珠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问题啊？是什么问题？太难了吧？这个课程一点内容都没有。当然啦，眼珠哦，绿色啊，太难了。哦，老师对不对？蓝色，好不好？差一点，差不多。好，请问第一个动作，老师额头碰了脚几次？哇塞，这怎么我额头跟课程有关的吧？哦，有。第一个动作的，你记不记得？就是那个盘，对，第一个，对啊，我知道，三次。两次，是乱猜的吗？真的，两次，好难哦。老师，什么？所有的动作加起来总共停留几秒？你说我在说，他在我心里面停留几秒？一辈子。哎呦，是哟，可以标准答案。一题太难了，太难了啦。好，以上来教的好，教的好。欢迎第二位老师，欢迎杰西。
也喜台北市。哇！看一下那边，请问自我介绍。嗨，我是 Jessie， 然后我是双鱼座，三围三四 C， 二三三四。问您是什么老师？我是英文老师。English。English。OK。你为什么为了教学要练习写板书啊？因为我老板还蛮严格，就是板书的整齐度。OK， 对，黑板，就是我以前写字写很丑，然后永远被念的，就是开会被念的，就是哎，你字很丑哎，来练一下。这个事情很奇怪，你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女生美，男生帅，字都很丑。刚刚字超漂亮的，难怪。那这个手法是合理的，我练过书法。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练出来？你要怎么练？硬练，就是在上课之前我就会，我就一直先提早先来，然后先写板书。对，就要一直写，一直写。那这样练累不累？很累啊，因为你手一直举着，然后你可能上课的时候你要一只手拿麦，然后一只手写粉笔，然后粉笔的颜色也很那个计较，就是你单字要用什么颜色，文法要用什么颜色，句型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以前刚练的时候就一直写错啊，就会被骂。而且那个粉笔灰其实不舒服。对。哦，我都没有戴手套哎。哎呦，那有富贵手哦。哎，也没有啦。不戴套。因为其实那个粉笔不戴的。哎，没事。我们现在讲教学手套。不用手套了，哎呦，火力全开啊！火力全开，放派。那你学生套话来弄你的 IG 账号？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其实有办一个账号是给学生追踪的，然后我的名字也不叫杰西，是，叫西姐。叫就是另外一个名字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会套话说，哎，老师有没有 IG 啊？然后 IG 叫什么啊？我就会给他，对，我就会给他给学生追踪的那个，对，然后他们后来就追踪的那个，没有，我是给私人的，然后他们就会想尽办法，觉得这是假账号，就是想要再找我自己的账号是什么，就套话我这样子。你有被套出来吗？哎，我一开始就说，哦，我不叫这名字啊，好啦，我是 Betty 啦，我是 Lisa， 什么时候就乱讲。Okay. 然后后面我就不小心脱口而出说，好啦，我是杰西。我想说这么多杰西应该找不到我的，找不到，结果就被找到。对，张立东更好找，张立东写个丑就出来了。相关连结，相关张立东，头控的张立东，直接找到。好，可是学生有你这样的 IG 的账号。是什么样困扰？那个他们可能下课的时候会讨论，很明显就知道他们在讨论你的内容。对，我的账号啊什么的。那你的内容里面是有类似如此服装的哦？有一些照片比较露一点点，对，所以不太好给他们知道。那他们有更认真吗？更分心？更认真吗？还是可能会这样拿那个照片？非常好，老师上一个，你要唱这个 ，excellent， 你要英文。因为我的先照片是内衣，所以不能给他们看到。哦，那学生会那个哇，很暴动，暴动，所以会用眼神看穿你。请问你是 IG 师？好老派啊！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，会运动，然后阳光的。哇塞，哇，完全不是这两个。英雄一百公斤。来一个，没有，我那天看你很会打篮球。篮球蛮强，可是现场没有篮球。没有，你是空气篮球一杯。空气篮球。空气篮球。有吗？欧洲步。来欧洲步，他等，你这太远了。那你只有几步啊？1,2,3,4,5,6 时差了，欧洲会有那，幽默的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你喜欢幽默的？我很喜欢幽默的。但是他不阳光，他黑暗。很黑暗。多黑暗。他偶尔跑跑步可以吗？偶尔跑跑步可以啊，有在运动就好。哎呦，有在就可以。那还不赶快配对成功？我要去登记是不是？神经病啊！而且他之前就是那个万圣节的时候，就是打扮那个卡通人物，就 cosplay， 然后变成就是被学生什么
教学灾难，对，教学灾难，你办什么？因为原本那个办那种。辣，他这个他现在还适合扮什么神力女超人什么的，对，辣的啊，辣这样子。你扮什么？万圣节的时候，可能学生就会觉得，哦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穿一些比较性感的猫女、猫女、猫女之类的，什么兔女郎什么之类。辣妹啊。后面就发现，哎，我找了一个无脸男，这样子，就是神隐少女的无脸。我是你学生，我会真的在那哇。这是什么？好姐。整个解掉哎，不过他写字写的蛮好看的，是是是，这不是我写的，不是你写的，不是，那这为什么？我还故意补的，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。结果面具戴上去，我根本那个黑板都看不到，可惜了，我就乱写，可惜了，所以那一堂根本没上到课嘛，那堂就乱写字，太好笑了。好，好，今天老师要教马里奥英文了，对，首先第一个是。我要加一句简单的英文绕口令。英文有绕口令，有很多。哦，他们也来这一套。哦，英文的绕口令。后来就慢慢就演变成 hip hop rap rap rap。来，请写。好，那我先念。是。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ner can can a can？ 这是给我难看吗？向全哥 ，Can you？Can you can a can can a can a can a can？ 你看嘛，然后 can， 看不懂。Canada， 你在加拿大根本就浪费钱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每天在打电动。你这个是比较绕口令啊。对，我不啊，你 one more time。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ner can can a can？ 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ner can can？ 哎，他讲对了，他讲。哦，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能不能 can you can a？ 你能不能？Can I can I 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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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？ 因为我不知道字是哪一个字。Can you can can you can can you can can you can you 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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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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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罐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can 是罐头，就是不同的词性这样子。所以这一句的不是中文意思是什么？它不是每一个 can 都是罐头，它只有这个是罐头。所以这一句的中文意思是什么？填装罐头，你可以像。那个罐头工人一样填装一个罐头吗？哦、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 a can as a 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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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can a can as a can a 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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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英文再次，一二三四 ，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 a can can a can？ 有，最后硬接了，因为他会两个 can。Can you can a can a can a can can a can can a can？ 好，那我们先生，你不是跳机的，你做桶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它是英文的绕口令。英文绕口令，来，还要教他什么？好，我教一个非常简单的英文的时态。哦哟，是哟，就教 I love you 这一句话，哦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Thank you very much. 哎呀 ，Baby, 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. Can you as a can a? I love you， 这是现在式嘛？现在式 I love you， 我现在在 I love you， 现在对 ，Now I love you， 对 ，I'm loving you。I loved， 我爱过你。对，我爱过你，我曾经爱过你。对。然后这个是我未来会爱你。I will， 我将会爱你。I will love you。I will love you。对。I will love you。啊，这很简单嘛，反正过去式就是加 ed， 规则变化。嗯。未来式就多了 will 这个。Will。对。所以它英文很好。那如果加 ing 就 I loving you， 我正在爱你。Loving you。好厉害！出来一点吧。对对对，我讲你要讲英语。I will kill you。我杀了你。You always。OK， 以上英文教学结束。OK， 好哟。有，来，来，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六个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老师请站在马里奥的后面。我上来了。不用不用，你不能看到他，你就站那边就好，你不用上来。
你不用上了。第一题是六个 can， 六个 can， 一 can 的 can， 老师的上衣有几颗扣？三个扣子，一二三，下面打结。几个扣你没扣？等一下。那就是这边两应该算两四三二算两颗。如果说等一下，我先想三颗扣子，如果上面的话应该是两颗，如果下面打蝴蝶结那个地方还有颗，那就这样。因为我不知道它下面还有没有看不到。几颗？两颗，两颗，上面两颗，答案是一颗。因为你只看到它的两颗，你再看到没有问它胸部有几颗？我问扣子。一颗，对，因为他那个衣服这边这么远都没有扣子，对，设计啊，设计啊，哇，然后再来，再来，这款衣服啊，手圈吧，什么颜色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问老师什么星座？那个，他是射手座，然后他是那个五四三双鱼，哎呦，来第三个，教学教两年，好。不是的，第三个，老师家住哪里？刚刚有不用问过我了，到处出来了，到处来了。开玩笑。好，最后一题，黑板上总共有出现几个 can？ 六个。标准答案。左手是黑色橡皮筋，右手是金属环，而且刚刚是右脚插在左脚前面。哎呦，是，你先警察局上班就好了。因为我因为第一题我大概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出险招。对啊，聪明老江湖，老江湖。对，好，老师单身多久？他没有男朋友，然后单身多久？你感觉他单身多久？我觉得他有一阵子，刚分手一年，不止。一年半更久，我觉得可能有两年以上。为什么？我不晓得，因为这种女孩子通常一般男孩子不敢追，因为她的程度很好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总是不会放过，先碰壁再说。我觉得，别走啊，过来。好，我觉得有两年以上。没有，没有啦，大概半年吧。半年。半年，那快结束了。追的人应该很，我觉得很准，知道。顶多夜生活女性观察家，哇！虽然我已经退休了，百人战，好不好？能力还是在，我 OK 吧？你 OK OK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，来，请坐。哎，那我们郑重的欢迎第三位老师，欢迎泡泡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阳光，活力十足，火锅，泡泡。什么样的老师这么粉红色？哇，这是什么 ？Pink 老师，少女系。老师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叫泡泡，然后星座是水瓶座，三围是，我三围是什么？32C25，35。很少报三围，没有长两。请问你是什么老师？我是舞蹈老师。舞蹈老师，舞蹈，请问你跳的哪一种？你是哪一种舞风的？我本身。偏自己表演的话，偏女舞比较多。那如果是教导的话，就是会以大家的需求，觉得自己会比较偏性感的东西。我是走现代舞路线。哦，因为他唱歌每次跳都不一样，对，现在会乱跳。因为我是个艺文人士，我不能跳一样。开始，人家自己境界。我现在在干什么？我现在在干什么？酒醉的人吧？不是，刚刚是两只鹤在这样子谈恋爱，有感觉到，我感觉到，是不是？太深了，我看不懂。我跟你讲，现代舞不会让你们看懂。对，观众冲上台跟你一起跳舞，而且要跟你合照。这应该是尾牙场，我喝醉了。有一点酒精的帮助下，是不是？这个，哇塞，这是你吗？对，你 DJ 吗？你怎么拿着麦克风？这是重车他们在。没有，这时候是表演，这个时候是舞蹈的表演。尾牙秀是不是？不是 DJ， 我另外一个职业也是 DJ。真的，这些都是骑重车的人啊。对啊，对。他们就是可能有酒精的那个兴奋，对，兴奋就兴奋，你看这位多兴奋，对，冲上来，没有麦也在硬唱，因为我们会在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说，可不可以拍一张，可以拍一张，然后你就一直中断你的表演，这样，可是那不是很尴尬，那无法表演下去，可是他们也不管你在表演什么。那等一下你表演我们也这样，好，我尽力应付。你很喜欢跌倒，没有人喜欢，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，很容易跌倒。对，就是我有在，就是我们表演完之后，然后大家就是因为表演完之后，他们就会很掌声，然后拍照啊什么什么的，就跌倒。
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很好，然后走下台的时候就是滚下去这样。所以我但我没有看他们的反应，我不敢看。就是最后还要再来一招，就是杀手锏。而且我那时候还抱着那个东西什么的，所以也没有手去接脚，就这样滚下去。那可是你这样，你万一是在介绍商品怎么办？所以就是我只要是要拿东西什么，就尽量。就比如说人家大寿，祝你生日。我很常会要拿蛋糕，就是给人家惊喜，然后我就尽量说可不可以。人家拿着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超闹，不是扎脸。他有一件很屌的事情，什么事？他在空中表演的时候，空遇到蟑螂，然后下不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做那个高空的秀，然后我们是从上面下来，我们不是人身上去，我们是从上面掉下来的，对。然后我们在上面等的时候，因为就没，我们是四个人是隔着很远，我的对面是苏子成。他在对面，但你要面对。面对。讲难过。然后就在上面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，因为我们就一个环，然后那个蟑螂就在我的环。在。环对。我们赶快，等一下，帮我接你啊！那个蟑螂就在我的环上走。蟑螂啊！对啊，我就在那个环里面这样子，超好笑，然后就这样走啊，然后就这样，就这样让。你又不能放，因为你放。就掉下去了、啊，对啊，我又很害怕，可是那时候在等啊，还没表演，然后我就在上面就是多尴尬，哎，我们今天晚会，啪嗒掉下去了，然后嘴巴还咬蟑螂，然后在上面求救啊，要跟那个技师师傅求救，然后因为他应该在笑，可是他要过来也要一段，他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太远，他只听到我在尖叫。然后他过来也要，因为他要扣那个安全锁，这样慢慢过来。当然，所以他我就在那个上面真的跟他独处很久。有没有安全措施？有安全措施，可是没有穿安全裤。没有正常安全措施，好像脚跟你知道吗？正常，那是因为我们是为了脖子。我们为了表演只有一个腰而已，所以那个下来应该也是蛮危险。很危险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教学的是谁呢？红点，我当然是你啊，当然啦。我今天要教你的是森巴舞，然后森巴是跳舞很难。你要讲完啦，没有，我们是简单的，就是森巴是源自于非洲，然后它是因为它的宗教的东西去衍生的舞蹈，然后之后在巴西广为流传，所以大家都会说巴西嘉年华什么什么的，就类似这种感觉。森巴，对，腰力需要腰力的那种，需要。可是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，简单的，好哎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手上。上面 and 下面 and 上面 and 下面，这怎么很像插秧舞？对啊，很像插的。中间，你再一次，上面，然后下面，然后下面直的，对对对 ，and 上面 ，and 下面，啊，再一次哦，我带你走，六七走 ，and 上面，太逗，教不了 and 上。这样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往右边走。右二三，小心哦，推到他。左二三，拍，这个动作没问题吧？有，这个 special 里面也有。来，然后第三个动作，我们叫射箭，然后往后。哦哦，这个好。二 and 三，射箭。and 一二 and 三四 and 五，好认真教哎。然后第四个动作是很少看到国王这么前点 and 后点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抖肩森巴，很爱的对。然后我们一起往我靠近。啊，这样。五。啊，这样。五六七八，那我们一起停。好，四组动作应该可以。来，加油喽！好，一杯可以啊。啊，没问题。我们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开场，然后我就说 pose 就换 ，and pose，and pose， 然后停，六，开始。上 and 下 and 上，右边，右二三，左射箭，一二三四 and 五，对哦，前点后点，好哎，可以耶，靠近，啊对，停，哎，跳得很好。至少有跟到，好，那需要再跳一次吗？不要，好，来，请在后面去，我们要考试，来，考试，一定要，来，我要考试啊，对，预备，第一件，好，请问森巴舞是源自于哪里？非洲。OK， 第二题，老师的胸前的英文写什么？泡泡，
Bubble。哦，原来我就知道你是看那个地方。老师头上戴了什么款式的发饰？他有戴发饰。有。红色。款式叫什么的？那种发发箍哦，箍发箍错，是粉红色蝴蝶结，蝴蝶结啊，这个我没不错哎，你还对两题两题有，而且 bubble 是乱猜的，对啊，因为你叫泡泡泡泡，所以你应该一心二用是可以的，可以在感情的路上你根本不专情，好，走开，烂透了，不错，厉害，耶。来第四位，欢迎欢迎娇娇。Hello， 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这边。好，我是娇娇，那我的星座是狮子座。Hi。 我的身高166公分， yes。 体重52公斤。Yes。那我的三围是32C。25变胖了，哦，然后34，好老实，好老实，老实，好诚实的老师。因为老师为什么诚实？因为老师是教跆拳道。哦，有乱说，开玩笑，对对对对，乱说话就扁了。请问，不是你，什么时候开始练跆拳道？跆拳道其实练十几年了，就是从国小就开始练。可是你长得漂漂亮亮，怎么会想要做这么样一个啊格斗阳刚的事情？没有，我妈真的以为我有过动，然后她就是我就因为这样就被我爸教训，因为她是军人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妈想说去防身一下这样，嗯，那爸爸应该陆战队的，本来要选举拳太狠了，所以学跆拳道。那学了跆拳道，你觉得女孩子学跆拳道有什么不一样？有，就是该凶的时候真的可以凶，真的会凶，会打了哦。但男朋友应该很怕你。对。回答的非常先下跪道歉，然后害怕什么啊？等一下就是要示范踢你们，你们不用，不用装乖，还是会被踢的啦。哦，好，好不好？那好，来，你要给他钱，塞钱。不是你们在对打的时候，被踢到脸，你就会抓狂，一定会，因为就是说好不打脸的，就是靠脸吃饭。打到脸我就会生气，所以因为这样，因为他鼻子是蛮挺的。他应该很就一踢到我就会生气，所以我就会想说，好，你要踢我，我就举正面，我脚就会直接这样，就这样踩他脸。哎呦！我会直接瞪他脸，就是其实可以踢侧边，但我因为我自己也怕，所以我就也瞪人家。这是可以的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下压，下压这样，但要重，但要够准。只要踢到脸就得分，所以很多照片都是人家被我这样踩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因为啊没带照片，那我们现场呈现。踢脸，踢脸，踢脸，你们交错，对，交错战，你比一个不是交。交错战就好，而且很近也可以啊，就交错战，很近也可以，直接上去下压，这样，所以你可以随便都可以直接，你就会这样倒下去，哇，头会是这样倒下去，好没有想象的方式，移动我们想看，移动，我们想看，那你在那边做一个下压动作，下压，对啊，他已经超过头了，还可以这样，他可以这样下来，可以，头就会这样子，你那根本是螳螂脚，啊，早上对。可是你很热爱跆拳道，可是你差一点因为意外差点中断你的选手，就是有断了一条腿，然后就是原本其实我都要拉到快劈腿，但是因为出车祸，所以我就开始就拉不下去。你是骑摩托车？被摩托车撞。啊？嗯。走在路上？哇。对，就是过马路，然后就蹦。应该不可能睡到一半吧？睡到一半，你摩托车撞？你是走在路边，然后他突然撞你？对，就是我只是要过马路这样。太衰了吧！所以说现在立法，为什么斑马线大家小心？要过要让。但是还是要呼吁一件事情，各位，就是斑马线要小心，这个是驾驶人员的责任。嗯。但请你过马路的时候不要一直看手机。对。哦。这很恐怖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对。他们就是这样看一眼，他就。他走很慢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慢，他就包，就是感觉你不会撞。就是你要让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低头族啦。所以我现在决定，我要去换喇叭，是那种以前卡车那种。棒棒棒！超大声的，对，吓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应该所有人的喇叭都要换，只要有人走路用手机，棒棒棒棒棒，可以的啊。对，站不站起？站着。谢谢你。手机又掉下来。OK， 那接下来啊，只剩余翔拳了。刚好我的强项。他要那个余翔。对，他有余翔拳练的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考的就是说，你的脸可以挨几下踢。啊。哇，来，开始。哎，
请教一下，这个黑带，我们从带上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吗？有啊，我的名字、啊。哦，上位的。不是，不是。我身段留念。然后这都是有国际那个标准证的，对，国际认证。哦，所以你是九号。也不是，应该是那个长度是九。对啊，九。嗯。哎呦，唐总教练哈、哦。是的哦，黑带黑带有分段吗？有。有一段、二段、三段，但是它都有年龄跟时间的限制。是、嗯，那你现在这个年龄如果要厉害的话是，我在考四段了。哦，我已经四段了。Okay, 好，来请教学。我今天就是你的跆拳道老师。是的，是教教老师，教老师。来，我教你太极五章跟高丽型，这、就是两个型，但我就拆解成两个动作给你。是。第一个是先从左边的下方。然后转下来打脸，这样。哦，打得很好，只是手要这样。不要打到我。然后另外一边。哦。然后转上来也是打一样的。嗯。哦，你学得很好哎，连续动作。有。来，连续动作。好，连续动作。下。随便下。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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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下方打脸。来下方。秀一下。打脸。你的手表有没有？这个 OK。有没有？全身没有，很厉害，对我看到了。好，下一个高丽型，它的准备是有一点呼吸，然后向上，中国感觉很难，有点凝气的那个概念。凝气。好，然后要直接打，先切下去，然后踢，这样，哇，对，这样，对，悟性很高哎，可以再一次，有哎，全身悟性其实是对不对，很高的，再一次，好。哎、欸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他还有架势哎，有没有？这个步伐就是不对，哦，不是，好，就是俯身偏土豪而已。好，教学完毕，对不对？教学完毕。好的，来，请到后面去，好，开始考试。哦，来，走过来，不对。请问，错一题就打一下、喔，不要跑。后面就咚。台湾第一位奥运金牌得主是谁？女生。刚有讲到这个吗？这个是常识。陈信安，不是，那是打篮球的。陈信鱼是吗？陈思欣，陈信鱼是陈信鱼，是那个的老牛。第二题，请问老师胸口项链是什么英文字？他有牡丹花，我刚才有计算蜘蛛，然后有三个爱心，这牡丹花这边三个猪，这边两个爱心。你有项链吗？项链，确定？金色哦，金色，十字架，好，是 V。第三个，请问老师黑到几段？四段。没有，他是三段，他现在准备要考四段。哇，一起画画。好犀利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一心二用。请问为什么这样子就会爆汗？很累了，然后这个打的，这个哦，你有爆汗，内力有没有？内力，那个气功，这个感觉。内力有，有没有？哎，啊，还是多运动了啊，有点虚哈，虚啊，哎，轻重一点哈，真的在流汗。我说真的哦，其实一心能不能二用，这不是重点。嗯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时候，老师叫我你要专心。嗯，然后有的时候呢又被骂你要一心二用。啊，这个是要看状况。嗯，那面对这么美的老师们，怎么可能一心二用？很难。对啊，我们是专心学习，专心学习，努力向上。对，好，对不对？共创美好的未来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竞选是不是？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本节目由福尔俄文腔冠名赞助播出。